各位南大乡亲，大家好，我是陈美君，欢迎收看今仔日二月十三号礼拜四的南投新闻。为着中寮宫的建设，南投县长林明进今仔日是前往清水、龙安、甲宋文这三个村来勘察着路面受损、甲溪边荷花和溪水冲歹去的情形。另外，姚明体后面的水沟因为长期欠缺排水设施，一拄到大雨就开淹水。伫咧会勘了后，林明进县长表示会赶紧来进行改善，确保地方居民有安全的道路甲居住环境。你这来这种掏空的。那个清水村通着两红瀑布空中步道的道路，原本的路面破损严重，都出来被溃下陷。而伫松文毛记洲的荷花，最近因为溪水冲刷来造成着路面被挖空，和出这边农民每一遍经过拢会正惊吓。伫咱到观音馆张伟华伫观景回来提案。如果伫位马文军接到村长的电信了后，转给管区，经过着林明进县长甲乡长廖基贤等人，实地勘察了后，确认拢有马上改善的必要，嘛将由机关的配合款，再个管户找找经费来做改善，由公所到三间发包。常常这些做农的都经过这条路，那所以这一次很感谢我们县长啊，在我在议会里争取这条路也争取了一段时间，那。这个县长这次亲自来会勘，特别来关心地方。这他是像个路旁哦，都去挑空气哦，啊，这也无来个补起吼，边啊这个不堪，你们就去搬去啊，啊，所以要今日来会勘嘛，这种真正需要吼，啊，所以今日就县长来咱中寮乡啊，啊，都个提超250万的经费啊，来建设咱中寮乡吼。另外，龙安村一户面体后边的沟啊，因为长期欠缺着排水的设施，每边啊落大雨，佫容易淹水。林前县长嘛专工到现场勘察了解情形，表示讲会拨经费，赶快委托中寮乡公所来施设着长90公尺、跨甲宽各1公尺的排水沟，希望讲有效来改善。大雨来啊，拢水拢淹对人的民宅遮落来吼，啊，咱这住户啊，啊，拢去捡一挂咱的。南澳矿的试题来摆吼，啊，就从这一方面，我们就了解到这个缺水、淹水的痛苦吼，啊，所以今天来看呐吼，这个排水沟啊，来加做护岸哦，甲做较大条嘞，啊，甲冲较悬嘞吼。啊，看了有影真正讲，事实这都有影爱做安尼吼，啊，群众嘛讲，虽然80几万，但是做人呐，当为何人？生命财产的安全吼，啊，开这个钱嘛，有够迄个价单嘛，是爱开安尼。馆长表示，因会赶紧来进行着改善的工程，希望伫雨水期进行来完工，活动地居民有安全的交通，一个生活环境。记者林明信，长报道。